这个其实是非洲穿越的一个品牌 ，Alibox， 啊，应该是很轻的，哦，还可以，但是挺结实，很贵，但是很贵，各种各样大小的，哇，去那边再看看啊，呼呼，这是福特平台改的，这种各种箱子，哦，这有价目表，还好大的是美金。换人民币大家自己算吧，一个个不同大小。